哈，我是 Taco， 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大学毕业前必做的五件事情，第五名，野冲。喂，先去看野冲，太晚了吧？想做就趁现在。第四名是和同学相约在灵异场景举办暗黑火锅大会。喜欢的人告白，学长，我喜欢你。第二名是夜唱唱到天亮，直接去上课。天亮以后说分手，我不敢要你为我等候。第一名，报名南一国际民俗艺术节的领队招募。南一国际民俗艺术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2016年捷克团的领队简雨婷。其实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呢，就是台南市政府每2年举办一次的活动，我们会邀请世界各国的民俗舞蹈团来台参加演出，跟民众亲密的互动，非常值得共襄盛举的活动哦。所谓的领队，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呢？所谓的领队呢，其实就是当他们的贴身小秘书，除了要带着他们走艺术节安排的行程之外呢，我们还要处理他们在台湾遇到的大小问题。那请你讲几点可以推荐给大家来当领队的优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你会随时身处在帅哥美女之中，不只是国外团队啊，就连国内的领队呢，也都是个个美若天仙、玉树临风。第二点，台南市政府在这期间包吃包住，你会跟你的团队呢有24小时密切生活在一起，你也可以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不一样的台湾哦。该怎么报名这个领队招募呢？你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线上报名就完成咯。8月10号就要截止了，大家赶快把握机会，有些事不做啊，你以后后悔真的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赶快线上报名哦，赶快报名吧。